两好两坏。这个球达成了一个穿越的安打，这时候义大要追平比数了。二垒上跑者绕过三垒，连续的两支安打，立刻在一局下半把比数追成了1-1的平手。敲出安打的是郑达宏。回来得分的是张建民。虽然真的是上场比赛完全被封锁住，但这一局我们看到一二两棒连续的串联安打就打下了一分。好，雷手蔡明觉虽然扑过去了，但是还是慢了一些，球已经穿出他的防线。最主要是球啊，它滚动的速度是比较快的。